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睇第一集嘅《渔网工坊》。咁大家都可能留意到啦，近呢几年喺啲公开场合同埋慈善活动里边咧，都会见到一班正义英雄团队咁样行出嚟嘅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就好荣幸请到呢班正义英雄团队幕后嘅 Leader 啦、阿坡同埋一班 Super Sexy Hero 同我哋做个专访嘅。有请阿坡。Hello， 咁多位你好，我个名叫阿坡，系银河电影 Galaxy Movie 嘅团队嘅 Leader。Nice to meet you， 其實好開心嘅，用咗成十年時間咧，將自己收藏嘅電影戲服啊，同埋近呢幾年自己做嘅電影戲服啦，用真人現身嘅形式同咁多觀眾做一個見面咯。咁我好中意同班朋友一齊用呢個形式嘅表達咧，去做善事啊，同埋做一啲電影推廣文化嘅活動。咁成件事背後我有一個精神咧，就希望可以令到小朋友同埋咁多嘅觀眾咧，覺得正義英雄係應該，因為喺我自己格言裏面會講一句 ：You have heart, you are Iron Man. You have heart, you can be superhero. 只要你有心，人人都可以做到英雄。呢、這個就是我心願啦。希望咁多位觀眾會喜歡我哋嘅製作。多謝咁多位。係啦，都想問翻阿坡啦，點解今次有呢個目的去出呢本寫真集嘅？同埋咧，想問下點解以 Superhero 嘅 Sexy Girl 為主題，同埋點解會揀翻正義聯盟啦？係啦，復仇者聯盟為呢個代表嘅。其實咁樣嘅，今次都好幸運啦，我自己都好開心嘅，真係將自己同一班男仔朋友幾十年嘅心願啊，真係幾十年，咁就點解會出今次一本咁樣嘅寫真集咧？其實背後嘅理念就希望係將用唔同嘅形式或者唔同形式嘅包裝啦，係仍然係帶一個比較正義呢個英雄嘅形象俾我哋香港嘅觀眾啦，或者亞洲區，甚至希望去到全世界。因為以前咧，我睇過好多年中意電影同漫畫咧，原來外國嘅朋友咧都從來冇做過今次件事，所以我覺得好開心嘅。其實某程度上係代表香港人咧，用一個創意精神、二次元創作嘅精神咧，將我哋咁多個自己創作嘅角色咧，帶咗俾你觀眾。咁你問得點解會叫做 Super Sexy Hero 咧？其實背後嘅理念都係有一個幾得意嘅感覺嘅。咁如果我哋要影一個比較吸引觀眾去睇到嘅角色嘅時候咧，我相信靚女朋友永遠都唔會覺得係大家唔中意嘅。咁個名就我都承認嘅，有少少浮誇咗。其實我哋身邊咁多位女仔咁正氣，其實我就唔覺得係一個叫 Super Sexy Hero， 應該叫 Super Elegant Hero。咁背後我哋諗個角色同埋成件事咧，我係想做一件事，一個創舉。因為喺外國嘅電影啊同埋漫畫咁多年七十幾年嘅歷史啦，佢係分開咗好多個派別同埋好多個陣營嘅。咁如果大家會熟悉就会分开正义联盟咯，或者近呢几年比较红啲嘅复仇者联盟。咁我哋考虑二次元创作嘅过程里边咧，就唔可以直接将个角色直接咁样去拍嘅，所以我系用咗女性嘅主题，同埋将所有男英雄啦，将系变咗做一个比较吸引同埋一个叫健康形象、性感嘅女神去带俾观众。咁呢两个咁样嘅阵营，未试过喺外国或者未试过亚洲区系同一本杂志可以一齐出现啦，因为背后我希望系將兩個咁好嘅，大家都係英雄，大家都係女英姿。如果有機會可以一個 crossover 一齊出現嘅話咧，我相信觀眾會喜歡，我哋會喜歡，同埋大家咁多個姊妹拍完之後都會喜歡。咁背後嘅理念就係咁樣嘅。咁想問翻阿坡啦，咁今次最初嘅製作同埋後屘出咗嚟嘅製作有咩分別咧？其實都前後經歷咗成四個幾月嘅製作過程啦，咁可以透露少少秘密啦。當初第一稿嘅時候，我哋原本係諗住製作一本係大概九十幾頁嘅普通嘅寫真集，個人數大概六位女仔咧就已經覺得好夠，咁一路拍攝，一路覺得係好似未盡善盡美，一路加碼，咁最後由九十幾頁。六個女仔朋友啦，而家去到160頁到12位嘅女仔，其實都同我自己嘅概念裏面仲有啲距離嘅。我係本來想製咗本電話簿咁厚嘅書嘅，因為喺我哋觀眾同埋男性也好、女性也好認知嘅女英雄也好、男英雄啦，其實起碼每邊陣營都有超過成10幾20位嘅。咁而家我都幾期望咧，希望觀眾今次睇完我哋個用心製作嘅書之後啦，可以接受啦。咁同埋我哋第一稿。
可以好快有一个好好的销路，我可以同咁多个观众做一个好肯定嘅呼吁，一定我哋会加印嘅。咁、所以成本书我哋希望之前我哋有个概念啊，包括有啲角色嘅调配啦，我哋系会喺第二版嘅时候啦，可能会再多咗啲新嘅女仔角色会加入。咁同埋每位姊妹影得咁辛苦咁多个月，系嘛？你哋好唔开心噶啦！我哋总共我可以话个秘密俾你听，净系呢12位女仔，我哋影咗12000张相。咁12000张相，我哋只系拣咗大概唔够200张出嚟出我今次呢本小心血咯。咁就系如果嚟紧有机会啦，应该每一位女主角啲本身影得好靓嘅相咧，仲系有机会可以喺第二版嗰度再加嘅。咁同埋我自己好希望能够每个阵营啦，起码都用翻中国人嘅心思，就系长长久久，咁起码可以到10发10发，希望有18位靓女咧喺下一次加映嘅时候，好快可以同观众见面咯。好，多谢阿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Mars， 我系 Superhero 入边饰演嘅系 Spy Girl 蜘蛛女。咁想问翻大家啦，今次成个写新集嘅拍摄过程啦，会遇到咩趣事呢？咁我遇到最有趣嘅事咧，就系喺我未变身做蜘蛛女之前咧，咁我就系饰演一个记者嘅，咁我就从来冇谂过有一日咧，我就会有一张好逼真嘅记者证啦，同埋会孭住一个都几重下嘅真嘅相机嘅。咁我就好佩服咁一位师兄，孭住咁重嘅相机帮我哋影咗咁多靓相啦。同埋当日嘅天气都其实几冻嘅，咁就都唔该晒咁多位就陪我咁辛苦完成呢个拍摄啦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系 Yuki， 我而家扮演嘅咧就系 Flash Girl， 即系闪电女侠。咁今次成个拍摄嘅过程啦，同平时嘅拍摄工作有咩分别呢？咁不如就等我讲下啦。咁我平时就拍过唔少嘅 TVC 啊、编剧啊，同埋公展小姐等等嘅。咁今次咧，因为系英雄啊，所以就同平时就争好远嘅。点解咧？因为英雄拍摄咧，佢嗰造型嗰方面咧，全部都系好认真啊，即系发型啊、化妆啊，全部都用咗好耐时间先整好咯，系啊。Hello， 你哋好，我是 Samantha， 咁我饰演嘅系 Black Widow 特工黑寡妇。咁啊 ，Samantha 中唔中意呢个角色呢？我中意啊，黑寡妇。因为咧，其实我本身个人已经系一个黑寡妇嚟噶啦。平时我嘅兴趣就系射阿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Choco， 咁今日饰演嘅角色系 Black Girl。咁咧，我嗰日我就饰演一个学生嘅，咁就要去到一间学校啦。咁就嗰日天寒地冻，咁就拍咗半日嘅时间啦。又要特登去到一个学校用佢嘅场地咁样拍啦。咁我自己都好开心嘅，即系读完书出嚟咧，再做翻呢个学生嘅角色，咁我觉得几好啊，都好开心嘅。Hello， 我系 Nikki 啊，我喺今次个写真里面饰演个角色咧系女神。你見到個錘啦，其實個錘都幾重下嘅，要揸住佢嚟影相同埋出 job， 真係有啲吃力。放翻低佢先。咁我平時其實有做開freelance model 同埋dancer 咁樣啦。咁除咗呢啲之外咧，咁我自己都有搞，有同啲朋友一齊搞一個做 fashion 嘅一間公司咁樣，係專係幫一啲可能 local brand 啊咁樣去做一啲 event 或者去影一啲 styling 嘅相咁樣咯。拜拜，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Nidia， 我而家係做緊 freelance model 嘅。咁今次呢本寫真裏面咧，我係 Emma Queen， 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啦。要去煲翻之前嘅VCD。咁就睇下嗰個角色嘅由來啦，佢嘅眼神啦，佢係做啲乜嘢嘅啦，佢嘅動態係點樣啦，去模仿佢嚟拍翻呢一本寫真。嗯，好勤力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Naoki Sweet Baby， 咁我依家飾演緊嘅係 Super Girl。遇到啲乜嘢嘅困難嘅地方呢？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就是出席這個寫真集的發布會那天，我未變身之前呢就很平凡的一個女生，但是
變咗身之後咧，就未試過真係會有差唔多近200個嘅影師去到影自己咯。咁就呢個係一個好好好嘅挑戰嚟嘅。Thank you.